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十九节，看啊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如今要发现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十九节，看啊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如今要发现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看哪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看哪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如今要发现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我们都站立起来，看那我要做一件新事，看那我要做一件新事，如今要发现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感谢赞美主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您，在你丰盛的供给中，我们福杯满溢，一无所缺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主啊，今天我们众儿女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献上我们的金钱，使我们在你的神国度的施工中拓展你的神的国度。求主悦纳，求主赐福，求主赐福给每一位兄弟姐妹，因为你说你会为奉献的心敞开天上的窗户。神啊，感谢赞美你，愿一切的荣耀、权柄、尊贵、赞美都归给神。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